看一下我的 Erico 的建立杠杆的三重电，那它跟举重杠差异非常大，霹雳大无敌大哦。第一个它比较粗，第二个它所有的这个螺纹比较深，第三个它根本又不会晃动，它不会弹哦，因为它是建立杠，再来它的培林不太会转，哦，这个就是建立杠的差别，培林转动率没那么快。 今天馆长要做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深蹲记录，很明显的我力量有在变小，因为我体脂肪跟体重一直往下降哦。那今天就是现在的重量是加杠150公斤，整力要不要考虑哦？那我们来一起算算看，我现在可以蹲几下，哦蹲几下这样子，哦蹲几下哦，现在是150公斤哦。 切切实实，一件到底哦，不装哦，没有穿装备的一个这个150公斤16下哦，16下非常的喘。那刚刚第一下有点滑哦，第一下有点滑。 第一下下去有点位置摆错一点，然后马上我在第二下把它调整回来哦，所以说身体的张力非常的重要哦，很危险。那这也算我人生中一个记录哦，一个记录点，156下哦，一进到底。前面刚做了很多组了哦，那今天就是。 大家可以看我的动作哦，可以参考。然后我还是那句话，健身和实力是用练，是用这样的方式表现。虽然我没有像世界一流选手那么的重，但是我永远不会放弃我最有自己的坚持 ，every day， 然后每一次训练。 我都不会放过我自己，蹲得多重不重要，因为我说过，敌人是我们自己，哦，敌人是我们自己 ，OK， 那今天谢谢大家，拜。